咱民政府各级的长官，咱新的同心，啊，咱的老的同心，大家阿们，大家好。今仔日人无真济，但是明仔载咱要会阁增加，通常伫礼拜日迄天人会较济安尼。我今日想要来甲大家讲，咱台湾目前所面对的困难甲危机啦。安怎讲呢？当然我足欢喜讲，我会用食饭的时阵吼，坐落来时吼，有嘉义来，有台南来，有高雄来，有屏东来，大家真正的，这是咱台湾的专机。但是吼，先来讲，我来讲台湾危机呢。我伫个拜二的款，迄天，日头出来，我住南港，连续四五个月吼，拢安尼阴阴落雨吼，真来滴看到日头出来。所以我甲阮妈讲，有日头出来，咱是毋是来公园行行咧？回去晒一日日安尼，我带伊出去。有一个我的研究员的同仁吼，我一个同事吼，的太太，看我牵阮妈妈出来，就来甲我聊天。甲讲啥呢？讲伊足烦恼，因为烦恼台湾哦足危险。是安尼烦恼台湾足危险。伊讲伊有两个妹妹，一个弟弟吼，只要开嘴，合嘴，就拢讲咱中国人，咱中国人。甲讲你安尼唔对，咱拢台湾人。伊讲咱中国人嘛是台湾人，哈，伊讲吼，这是过去无的现象啊。用伫阿扁时代吼，都唔敢讲咱中国人，讲台湾人，台湾人。即摆公然讲咱中国人，然后才讲，我甲伊讲，你唔是中国人呢，你是台湾人呢。伊讲咱就是中国人，嘛是台湾人啊。我讲，这个是真少数呢，吼，伊当然是老台北啦，吼。因为老台北吼，台北人真侪拢即款的思想呢，吼。啊，佫吼知识足悬呢，我的姊妹台大教授呢，哇，即款的这严重啊呢吼。啊，台大的教授，我嘛看足侪嘛，识识足侪，但是有意识嘛是有，毋是无。在像安尼先吼，咱早期讲上早期啦，就是讲战后的初期，咱去国民党骗个牛牛，吼，就讲开罗宣言，讲出台湾要回归中国，然后伫1943年开始就伫个这个对岸一直甲咱做公布。用迄个垃圾油安尼公布，讲台湾就要回归中国。然后咱伫台湾的一挂知识分子嘛偷听垃圾油呢，嘛口耳相传讲咱就要回归中国安尼。然后只要山甲半山来个台湾的心，就甲国外的人，甲美国还是讲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来讲讲，阮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啊。所以恁国外的势力卖家入来交易，拒绝国外的势力入来。咱伫迄款呢，咱伫迄个比出卖台湾迄本册内底，都一当真了解。咱过去较单纯、较唔知的时阵、较调皮的时阵，因为即款的半山来甲咱欺骗，然后伫台湾遮。知识分子嘛无迄个理解性，对天皇嘛无足够的这个忠诚，所以听到讲台湾得要回归中国，有诶嘛是真欢喜。所以讲，这个1945年10月25日的时阵，大家讲人讲张灯结彩，咧欢迎咧庆祝，这中国兵啊穿甲破格格啊，轻轻开开啊嘛，足济生意人，看咩锣鼓喧天，带一挂戆人，去遐咧甲迎接，一看讲夭寿啊，即号做中国兵啦，我唔爱讲祖国，因拢写祖国，
哦，中国兵来安尼，甲日本兵差遐济，安尼无要紧啊。但是落土的时吼，会使讲唔捌字兼无卫生，啊，然后为非乱做，吼、哦，拢咧做走私的工课，拢咧做一挂啥投机买卖代代志，甲台湾的米、甲台湾的糖拢送送去向上海。给卖卖的钱，钱落对落你家己落地下底是咪？啊来就甲你发行足济迄个银票，啊，互你通货膨胀。啊，咱台湾是会使讲米甲糖是足丰富的。日本兵离开台湾的时，捞足济米落来仓库满满，结果拢回运去上海甲卖卖掉，变作台湾一年内底米价涨膨胀400倍啊！四年内底70000倍啊！然后45年之外，46、47、48、49的时阵，就来给你40000多块。咱的计算变大偌济，43,999块。所以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家庭生活拢足艰苦。哦，啊，大家才知讲夭寿啊！去甲迎接是错误的，不过，遐四孙啊，去甲迎接遐四孙啊，甲半山哦，人讲半山啊，山甲半山甲啥，甲一个名词，我煞一时都袂记哩。我咧写册时阵，甲写甲足歹听，就是讲吼、哦，去巴结只半山甲阿山只人啊，只生意人啊，拢食着甜头啊。但艰苦的是啥物人？艰苦的是咱。本土台湾人，即老百姓、戆百姓安尼，吼、哦，结果当然发生二八事件嘛。啊，二八事件时吼，对三月七八，日苏落家人都一直拍用枪，用枪甲炮安一直拍，抬甲屏东嘛。啊，宪兵第四团对家人起，对高雄起来嘛，一拍甲安尼，哇、哦啊，到处拢流血，血流成河啊，血流成河啊。总共打死156,000人啊！台湾人已经伤慢啦，夭寿，人已经枪炮把你压伫你脚只边，压伫你脚只边，你要安怎？你只有做告别啊啦！这当阵做告别啊，后悔来不及啊呢，后悔来不及。60几年后的今仔日，咱台湾人也无觉醒，也有这款知识分子讲，开嘴合嘴拢讲，伊是中国人。人家求情，我嘛是台湾人。欸，这就是讲咱何顾问何作人讲啊，讲神经错乱。你是台湾人就是台湾人，你是中国人中国人，袂使讲你一方面你要做台湾人，一方面中国人，投机嘛。这就是投机啊！中国人咧红心啊心，台湾人咧真旺的心，伊挖中国；台湾人咧旺的心，挖台湾；日本人咧旺挖日本，美国咧旺挖美国。这可能不是咱台湾本来的精神啊！伊讲，伊足烦恼呢。伊讲，伊一个伫研究院算家属来讲，伊足关心台湾，啊，时常甲这个绿营者，不管查某咧交换意见，拢为台湾烦恼。啊，我怎啊？甲讲啊！啊！你拢唔知啦，足济拢唔知，因为拢无甲你消息，拢无灵通啊！因为啥呢？国民党甲民进党拢甲你封锁，甲你骗啊，骗来骗去，骗啊，互你拢唔知有好消息来。用哪有啥好消息？我哪无好消息？哦，我2010年6月29签《FTA》，6月30美军第七舰队第二摆作赢。我第二摆作赢时嘛是有伊个舰队个迄个海军个即个乐队啊。在高雄跟台南演奏啊，我你拢唔知道，因为唔知呢。我讲啊，另外吼，在台南有演出有迄个展览啥 ，American Footstep in Taiwan， 哦，因为伊参与先生嘛，伫美国，吼、哦，过大过来当。伊讲无呢，我拢无捌听呢。我伫台北吼、哦，台北有这个中央图书馆哦，嘛有展出啊。无你拢唔知呢。我去展出特色过来讲哦。展出特色是讲，伫咱东北亚甲东南亚的时吼，美国占领区拢打一个星星啦，咱台湾是其中之一。
哎呦，影无。我有翕相，但是我翕相我爱找看嘛，找有才互你看。我是要看的时吼，这两三个小猫两三只底下咧看这个 American Footstep， 用台湾的时吼，我问迄个顾问讲，啥人人遮少呢？因为阮都无做广告啊，啥人无做广告呢？因为我中央图书馆的馆长讲，唔免做广告啊，迄都 AIT 要办的啊，所以咱是讲啊，伊都讲要办个。甲办一个安尼尔，即形式甲办一个，啊，都咱都买做广告，做广告都足侪人来看，足侪人看都足侪人知啊，啊蒙知嘛，所以干脆拢无做广告，拢爱做广告，无人知上好。哎，我讲吼，你拢唔知啊，所以吼，你足可惜。伊即个吼，家庭主妇吼，用先生一干干找人聊天，你烦恼台湾安慰的人吼，应该去看才对。我一直变下来，我就甲你讲你听，带一挂咱社区者吼。不管太太小姐较有时间拢去遐看，看完就知讲，你免烦恼，美国甲恁顾条条，海峡中线以西拢美国咧顾诶。我七月七，美国空军入来千层港基地，我有亲眼去看，当然我无看到飞机，但我亲眼去问，我问一个早餐店老板，伊讲伊摕早餐入去看内底，啊内底诶时吼，果然有美国兵。个人有飞机伫迄个所在，足大只啊！毋是咱台湾即款细只啦，真明显啊！我第二遍过去，伊无伫，我问因太太，因太太讲吼，啊，我无入去啦吼，但阮头家咧讲是事实啦。啊，我讲啊，你一早啊送偌济，即个诶早餐入去内底，伊讲上济是百分，上少是嘛要二十分啦。上少是啥物时阵？上少是就是讲。美军咧参加美韩甲美日的演习的时阵，我讲，伫2010年11月28日开始，甲12月12日左中间，即中间的时阵，先有美韩演习，16,000人伫黄海，过来就美日演习伫日本海、东海、甲菲律宾海。讲迄中间的时阵哦，即消息有出来，但你哪拢唔知，伊拢唔知。哎，我主席是无拢无写，我主席是无拢无写，迄个民进党咧干啥嘛？主席是无迄个 guard， 他个顶嘛？主席是无记者有顶去哩啥？有去哩？第是舰队迄个，就是我想的迄个上大台迄台航空母舰，去问迄个舰长啊 ，captain， 去问 captain 讲话啊，民事干来出来一时啊，尔尔，哎，干咱讲一尔，啊，就无出来一届，我看一届。想要再看一次都无，看拢无啊！我来甲讲，我讲，所以吼、哦，不管是国民党哪样的媒体，或者是另一样媒体，拢甲咱暗看，所以你当然你唔知啊！哦，啊，我怎啊甲讲？咱去华府的代志，咱去参去这个2010年9月7日去华盛顿 DC。去参加一个庆祝的聚会，庆祝咱 TCG 在美国挂牌，成立一个办公室代表处、代表处办公室呢。另外，我讲要较大型的，咱去年11月、12月、20到24日，去靖国神社参拜咱39,100台湾的英灵呢，啊嘛去甲天皇祝寿呢。我昨摕相片看，因为这古铁相片，我拄伫身躯边，拄伫我电脑边啊，我就是要摕出来看。哎呦，哇！恁做遮济代志，种恁做遮济代志，阮也拢唔知。咱做遮济代志，拢无人知。哎、欸，这实在是爱靠大家来宣传啊啦吼，唔是干啦，咱少数人伫遐咧讲尔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我讲，你都无看网络啊，你唔敢看网络，我怎操咱网络王子辉讲，你有闲你来去咧看看咧，吼、哦。看你就知影讲，阮做足侪代志个，讲你免担心吼、哦，你甲恁弟弟甲恁妹妹讲，恁个观念是错误个，绝对错误个，打赌好了，跟他打赌，绝对错误就对啦。所以安尼个讲落去吼，啊，迄、那个太太煞足放心啦，讲哇，要是我今日吼甲你闲聊吼，收获良多呢。吼、哦，无干呐烦恼，参阮先生干呐烦恼讲，哎呦，到尾呐，阮头家阮先生吼、哦、是一个戆读册人啊。哦，死读册，干顾读册尔，拢不插一下电脑，我较关心呢。我烦恼干咧，未食袂，伊拢无咧烦恼，甲讲，伊讲啊，这吼、哦，咱无能为力啦，有诶无啦，啊，无能为力就算了啦，安尼啦，太侪人即款咧。
无能为力就算了，这就是我们台湾人不真正勇敢站出来的原因，就无能为力就算了，啊，是不是？整个气氛，整个氛围，就是说我们经过台湾的上空弥漫这种失败主义者的思想嘛，所以都没有提出的勇气来说，我一定要跟这个不合理的制度来对抗，哦，无想要找一个办法来找出一条生路来，就是严重的所在，伫倒位，立赢的政治人物爱负足大的责任啦，啊！这是咱今日伫遮吼，足艰苦、足安尼痛心的代志。立赢的政治人物，拢想不讲要甲国民党分一杯羹，想要甲来人咧食粒。伊是毋是说汤嘛好，恁遮民众无他吃无要紧，就是拢要甲人三啊三七，所以真热烈、真热衷这个选举，这是咱一向拢所反对的。刚刚迄一天，可能迄一天 ，Thomas Reisenhuer 写一篇文章，讲日本国耻，台湾岛呢？伊讲日本的国耻是啥？是台湾岛呢？哇！这款呢，我看呢，我都真正拍入我的心肝，安尼拍入我的心肝呢。我去年十月初开始，到今年一月十五都写一篇稿，看起来写正十万字啦。写讲台湾的未来是安那，台湾的主体甲建国。然后我甲中文的这个册名叫做《觉醒》，觉醒台湾主体。甲建国安尼，甲听较大字，过来台湾主力甲建国。内底讲着讲，1945年日本战败的时，足济台湾人，不管是伫台湾或者是东京，咱30000的留学生，东京捡到啥，各所在30000留学生，迄、那个动态，互咱感觉讲足汗颜、足搞笑。台湾人这尼啊现实，因为啥，本来。日本宣布投降时，大家都足伤心的，足担心讲害啊害啊，咱台湾后摆唔知安怎。但是因为欠缺啥，欠缺国际观的关系，吼、哦，欠缺国际观的关系，无去研究国际法，无去研究战争法，所以对台湾的未来惊吓。但是呢，因为半山的宣传，或者是这个左派的宣传呢。所以说我们都汉人啊，咱都汉人啊，咱并不战败，咱中国人不战败啊。所以摇身一变，从战败者变成战胜者了。我都正话讲欺负日本人，无承认讲伊是日本的国民，无承认讲伊是本来是啊号令天皇的。所以有8000多人组织组织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，哦。爱心哦，足欢喜的祖国派，伫东京开始就咧读啥？读三民主义，读苏联伫中国，吼、哦，读苏门的三民主义，读蒋介石的苏联在中国，读这有诶无册，开始学北京语。等到台湾时，讲要参啥？要参祖国来共同建设台湾，建设到即阵写了啥款呢？建设到即阵写了啥款呢？即当阵90岁左右的长辈爱监督。啊！兼了讲是安怎？迄当阵你无法度想讲，咱台湾实在是日本的国土之一，完全无迄个了解，无迄个国际观，包括对马关条约，迄当阵的西摩罗西奇，西摩罗西奇嘛吼，迄个条约区内底安怎讲拢唔知。当然，这嘛爱讲，咱日本的教育伫这个国际化方面的教育无够。我想具体。看到啥呢？咱知影讲，迄当阵台大文学院的院长是林茂生。林茂生住伫阳明山，伊拢偷听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个公布，啊，然后知影讲半山咧讲对咱公布讲，哇，对这边公布讲，哦，这个开罗宣言讲台湾要回归中国，啊，然后杨基全，伊甲杨基全讲，杨基全欢喜干呢啊，啊。你无信，我欢喜干呢啊！安那讲，
因为日本人咧管较严嘛，但是伊是也是一个先进国家，伊管虽然真严，但是袂随便杀人，袂随便关人啊。我还记得杨奎违反了伊款咧，迄款咧有关思想方面的这个规定，关偌久，拘留二九天。杨奎伫东海花园的时阵，我住伫东海家族，我去甲伊拜访，伊讲着过去的事哦。伊讲吼，实在吼，咱台湾人真戆呢。日本看咧严，你犯着思想犯，犯着思想方面的罪行，拘留二九天。我伫战后的时吼，伫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时吼，写一篇稿，吼，你讲这个二八事件以后要安怎处分，要安怎处理这代志，要安怎办好的时吼，安尼甲关十冬啦。伊的意见甲国民党无合，关十冬。迄个伫日本的时关二九天。结果去关十冬，一个家庭两家散体，两家散体啊，对，一家就离散了。所以我看到伊的时，上届大队，伊的孙女儿，伊的孙女儿杨贵，两个查囡仔甲伊在做伴安尼尔，伊嘛哭哭啊，哦。所以啊，我是要讲啊。咱台湾人因为汉化，不是咱不是中国人，是因为咱汉化的关系。就是你中国来，你吃台湾水，吃台湾米，几十冬，几百冬，你对台湾完全无感情，无心要个爱啊，要爱中国。我怎啊甲我迄个同事太太讲，我讲吼，无要紧，你甲恁弟弟妹讲，伊若是真正无爱台湾，将来伊会当回归中国。或者是因为落家变中国的侨胞，摕居留证，唔是摕公民证，安尼尔尔，并无甲赶走啊，无要叫伊落海，无要甲他伫海底就无迄个代志啊。就是中国人伫遮，伊若无要甲咱认同台湾，无要讲爱台湾，是爱中国，有中国思想，中国意识足强，无要紧，你就是卖摕台湾公民证，你就是摕台湾的居留证。你就是中国的侨胞，安尼尔，安尼尔尔嘛。孙中山来台湾，来创啥？来无看，来无看。伊嘛是摕中国的护照来，吼、哦，唔是摕台湾的这个公民证嘛。伊同时伊嘛讲，哦，台湾应该独立，毛泽东嘛讲台湾要独立，蒋介石嘛讲台湾要独立。等到有一天，伊占据这出来，占地为王，讲唔走啊，讲台湾是我的，抓头抓尾拢无伊的名。跟讲伊系，所以这是历史的错误。咱即摆台湾民政府负起足大责任，把这个责任给担起来，讲咱过去咱的失败，九十岁以上才失败，因所做的犯的错误，所犯的错误，所做的罪恶，变成咱来担。所以啊，你想看讲？各位拢爱看这个破骂式迄篇文章，伊最后结论句话：比战败，战争的时阵比打败，唔是国耻啊，唔是屈辱就对啦。但讲你比战败的时阵，你家己摇身一变讲啊，我要瓦解建国，法国我退啦，回过头来讲，我歹承认我是日本人啊。我还承认讲我是日本国民的一部分啊，这是非常可耻的。我足同意的呢，足同意。那是讲吼，两个人相拍，吼，拍输的人，吼，讲话我老爸老母无甲我教好，所以我才会拍输。我歹这个老爸老母，有这个代志也无，无这个代志嘛。伊那都会知影这个代志啊，那都知影这个道理啊。像咱的先辈，伫迄个时代，即百九十岁以上的人，伫迄个时代二十几岁的人，不要想啊。所以破骂是讲呢，你指责什么？伊咧指责什么？伊讲吼，台湾人啊，家己啊无自律啦，没有 self discipline， 足现实，哦。战败，敢一夜之间咧伤心尔。天光早，天过天光的时，人讲你是中国人，哦，中国这尔
所以我要来挖中国，要做中国人啊！这个人这么现实的人，台湾人去用吞打六十几吨，是不是应该啊？台湾人到这两波都觉醒，佮继续用吞打落，佮六十几吨，是不是应该啊？所以破骂十一篇文章是暮鼓晨钟。破骂十一篇文章，一正在咱日台共同联盟第二次会议结束了，扑上网。我希望大家重复个看一届、两届、三届，你才会充分个体会讲伊咧讲啥物。用天龙是无多去用白卡白手，参话都袂用讲，哦。但是伊对台湾人迄当阵，当然是已经是笑话，你知？迄种已经笑话二十冬嘛，交和二十年，1945年战败嘛。啊，但交和迄当阵要少年啊，伊要少年当然无即当阵的体会啊。我相信咱去年12月20到24日，迄个足受的时，伊感受一定感触一定足深的，足深讲啊，1945年的时。你要想看嘛，1945到即摆咱都47冬啊呢，47冬啊呢，57冬前伊几岁？伊今年79，二十几岁啊呢啊呢？伊二十几岁呢，可能我都体会才深嘛。经过这50几冬的痛苦，伊对台湾人的失望，伊才想讲哇，这百外的人来搞我接受，一定感触良深啊。讲终于57冬来，要一群台湾人，你来怀念日本，你来想讲要来对我天皇效忠啊！我相信你看到咱秘书长写的批，一定会泪目屎。你敢讲台湾人有这人来觉醒，是值得加侮辱、加欢迎的。但是伊拢免讲话，甲咱挥挥手，面对咱的旗啊旗海，安尼甲咱挥挥手。我唔知道，即边咱150人去到迄个所在，唔知啥物感想。当我看到天龙出来了，我不多话，万载，我哭哭脸，目屎哭哭脸啊，看袂出来啊。咱就看到家己老爸，咱就看到家己亲人同款。因为啥？咱这60几年来，互人吞打，互人欺负、压迫，已经真过分啊啦，有够啊啦！迄、那个无奈，迄、那个无能为力的感觉，是真明显啦。正如咱蔡英文副主席写的。你找找母国，终于找到母国在倒位。因为中华民国不是咱的国家，中国不是咱的祖国，因为伊伫1895年满清元年的时，就已经足无情，甲咱割予别人啊。而且伊割予别人的时，嘛是咱这个一部分台湾岛的一部分尔，不是全部啊。啊，但是咱是讲，伫满清统治212、213冬，敢有一天咱台湾人过好日子？三年过两年末的完成的官僚，来到这个所在就是要给你吞打，要给你贪污腐化，要给你骗，束缚你族谱，束缚你姓甲名，安尼你就想你是汉人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咱即摆甲回过头来看历史的过去，来想讲咱本身是南岛语系的人。我伫整个新社会讲正十分钟的话，我相信足侪人就有感受。哎、欸，中昼食饭的时阵，整个新社迄中昼食饭的时阵，当石凯讲迄个故事，讲因阿妈安尼甲因摇用日本歌甲因摇困迄个摇篮曲啊，我就这机会讲，原来台湾甲日本是老共的血统的。我重复一件，就是讲2007年，美国有四个单位委托这个德州大学，美国的德州大学，奥斯汀德州大学，以人类文化人类学
足有名的。所以啊，四个单位有两个对两个安尼，委托无同的人做研究，做四五单，甲全世界的各民族、各其他各国所有国家的民族的这个血，拢提去做这个研究，研究伊的基因，哦，伊的基因透过这个基因的研究来了解讲，人类是对倒位产生的，上头的人是伫倒位发生的，有遐人，然后这人安怎去搬迁迁移对世界各国去啊呢？150万年前开始有猿猴，但是这个差不多10万年前左右，猿猴开始徛起来。哦，伫东非迄个所在，讲150万年前上早是伫德国的湖泊内底。即摆研究就讲考古人类学家，把迄个湖底迄骨头提出来先哦。看到讲，迄骨头是150万年的猴，迄猴真细只。但是到将近10万年前的时候，伫单位发现讲有迄个猿猴较大只，像咱人只大只。但迄个时阵发现的时候，伊人是迄猴是四只脚、四只脚，咧爬树啊，啊行路是用爬啊。啊，因为发生这个基因的关系啊，迄猴就要往南走。要往南明走的时阵啊，煞开始讲，要走较紧的时阵啊，爱尝试讲吼，徛起来行就对了。徛起来行，所以渐渐说，哇，煞渐渐说会行会行。啊，所以一直变化的时阵，手煞怎啊开？哎，煞产生有手，还有脚。当然，我倒转来的时阵，咱看 Discovery 也是讲看迄个《星球大战》迄个节目有。我倒转来的时阵已经拢用行，拢行，牵囡仔倒来啊。甲倒来本来迄个因咧住迄个所在，啊，人类考古吼，考古的迄个人类学家去挖出200具的这个会当徛咧行，吼，大细汉、老的、中的、少年的，的骨头200具，即多是人类认为的祖先都是迄200个啊啦，都徛起来了。在那个地方，哦，是生团了的时候，有一部分人往北走，拄到这个啥，拄到冰河时期，还佫遁伫这个地中海啊。啊，一部分人是往南走，煞变黑人；往北走，变白人；往东走，因为迄当时已经开始有独木舟啊，随风来飞。啊，当然啦，咱来想象一下，迄当时独木舟一定用啥？用青叶，互风吹嘛，佮徛起来，互风吹。所以咱南岛一机械就是讲，对东非沿这个印度洋，啊去到这个印尼，所以吼，伊迄个研究报告内底讲啥呢？编号174号，伫50万年前，因为坐船呢，坐这个独木舟的关系，来到台湾。来到台湾的时候，有去哩到日本的南部，啊，甲去韩国的。编号174号，编号130号的，嘛是伫迄个所在前后无偌久。来到台湾了，去琉球，入去琉球的时候，一部分去日本的南边，一部分去韩国。另外，换编号130个人，煞去风吹去啥北海道去啊！这个人较济啊，去北海道了啊，往北行去啊白令海峡，吼、哦，乌出界喎，看起来在半岛的时候，有一把继续往北行，就爱斯基摩；往东行就是印第安人；往西行就是通古斯族的。就是蒙古、甲金、甲满清的祖先，安尼吼，通古斯族的就一直对中国的北边，就是咱所讲的这个西伯利亚鲜卑族遐人。所以这个研究报告讲吼，两个研究报告拢讲，人类的起源是对这个东非开始，啊，但是就咱的南岛语系是一直对南岛，当然啦，130个后人吼对。这个澳洲跟纽西兰去的，哦，对澳洲、纽西兰、保留啦、婆罗洲啦那边也去的，哦，啊，你个看起来先，迄、那个文章讲，哎，台湾跟日本的黑人比台湾跟中国黑人较深嘛，啊，这款是经过科学的研究，比古早的传说
要看那个来哪个来的比较真切。所以考古人类学家在咱台湾的东边去挖了一挂古物古器的时候，啊，甲人骨头，死人骨头，断言讲伊是12500年，就是阿美族的，就是阿美族的。然后迄，那个报告内底写讲啥？台湾有一款 Q 妹，头长若较长嘞，就 QQ， 大件的 Q， 迄款就是130到174的混血。哎，我拄伫这个前个新车食中昼的时，我咧讲讲了时，看到一个日本人，头毛 QQQ， 迄自然的 Q， 甲我讲，我若真长的时哦，就 QQ。所以看起来，咱甲日本是足共款的嘛，是干呐讲？哎，以后的发展接受到汉文化了，无共款的。咱接受汉文化的时，咱已经啥讲河洛话、客话。日本人是伫东条的时，因本来就有语言，因本来就有话，有咧对话对话，但无文字。去东条的时，出京共款，讲甲野字摕来倒做啥平假名甲片假名。把汉字的楷书正楷的一部分，把拿来做片假名；把汉字的草书，把创作平假名安尼。所以因的语言，老实讲，因本来就迄个语言，你讲话哦，数字是个，你即款嘞，伊本来就有啊，啊，但无本事，伊只去摕迄个字来，把倒落安尼念念嘛。我伫推想讲，哎，是安怎咱的原住民怎啊讲日本话？一定有足侪相通的所在，足侪相通的所在。所以，人安个看起来，咱甲中国的关系实在是并无密切啦。但危机伫底个所在，危机是咱60几年来去予国民党个教育哄骗、方骗哦，骗甲糊糊糊，说实话，家己袂记家己是虾米人啊？这敢是因所讲个讲数典忘祖？伊讲咱若是台独，台湾独立，就是数典忘祖。结果呢，咱若不是这样做，咱才是数典忘祖。所以啊，咱来个想看起来，综合来看起来，咱这最需要是什么？最需要就是全面的觉醒，所有台湾人，台湾头啊，台湾尾，所有台湾人拢爱觉醒。觉醒就讲，咱已经背叛啥？背叛咱的祖国日本，背叛咱的天皇啊！在战败第二天，咱就开始背叛天皇、背叛日本啦。莫怪咱那边都讲无国家、无国籍的人，然后随在国民党、随在中华民国安尼甲咱吞打，安尼甲咱欺负，随在做伊定变。虽然要讲东就讲东，要讲西就讲西，要讲白就是白，黑就是黑。现在这个白帮伊嘛讲黑，咱嘛都要相信是黑。安尼毋是足安全的？但是咱政治是无甲即阵要共款，60几年拢无变，投机也是投机，拢无想讲要来行正道、行正路，无想讲要来甲扳回来。这是咱足悲哀的所在。我是台湾人吼，永远吼，做奴隶，无得家己做主人的所在。要做主人，爱嘛，爱全面的觉醒，爱彻底的觉醒。要勇敢站起来说我是台湾人，不是中国人。所以我们很欢喜说，我们今天要有这么多东西来参加这个演习营。我相信你们来这个地方，经过2-3天的这个上课，来听台湾的真正的历史，不是国民党那套，全全的骗的那套，来听说我们的法理论述，听秘书长法理论述，来听何瑞言讲美国的立法精神、宪法立法精神，咱就知影讲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隆重的文化。但今仔日咱真凄惨，六十几年来，伫这个世界文化的杂草。希特勒讲，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杂草，咱就这个世界文化杂草君临这个所在，敢那暗看60几年的历史事实，食咱过过，食咱到到。所以咱今日在座各位，上这2-3天的课以后，你若那像先知，希望每一个人回去，增加恁的迄个居住的所在，
甲咱的厝边头尾宣达咱这款的福音，宣达咱的主张，宣达咱的看法，甲因讲咱唔是中国人，咱是堂堂正正的台湾人，安尼好无？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起立，站立，休困十分钟。